那也就是讲，咱心未晓要修炼啊，规工的心都是安尼放纵啊，爱佚佗啊，或者是呢，恶劳好逸吼，都是呢，真无爱叮当，真无爱去做工课，正经的工作无想爱做。但是呢，就是奉唱自己安怎会赢？安怎样呢？会当头逃避迄种劳作的工课，惊工作啦，这种的空过时日啦，这叫做放逸自足。搁再呢，无忌散乱，无忌呢就是混淆。道理拢无清楚啊，人安怎讲，咱就对人安怎讲。所以啊，常常伫咧讲啊，文生起舞，是非不分啊，真呢叫做无忌。常常伫咧讲讲善恶无忌，就是这种的人，是非未晓分。咱若甲善的人斗阵行。嘛是真容易呢，会当头彰显，也那是甲恶的人斗阵啦，就是啊，结群行动啊，做真侪无好的代志，这都是咱众生的心嘛，就是啊，善恶无法度分清楚啊，看你的因缘。恶言来应啊，你就往恶的方面行；善言来传，那你也会当向善啊为福行善。所以，咱人人拢是凡夫哦，可能呢，对啊，也未立定咱的愿力的以前，就是呢，在这种的善恶。无忌中，所以伊嘛容易散乱呐、啊，因为伊昏暗嘛，心底昏暗，所以呢容易散乱呐、啊、吼。所以啊，有这种起波危机，这是一种呢游戏。起波，这就是啊，不是中国的游戏。是外来这种的游戏吼，啊那无呢？就是危机，危机是咱中国传统吼，啊惊忌啦，等等吼，所以啊，这拢总是呢，在迄个军会蹲置的地方，就是高军结党啦。有的呢是爱做安尼的游戏，有的是安尼的游戏。干那呢，凭着家己呢，也欢喜。所以啊，人啊，总是伫这种无忌散乱中啊，安尼呢，去取得伊的游戏吼，这呢，拢总是啊，高群结党啊，或者是有的人啊，就是爱吃喝玩乐吼。吃啦，中吃，那规工啊，倒一个所在啊，有好的物件，我就是来去吃。专程呢，坐飞机啊，去倒一个国家呢，有什么款的美味，伊呢，就是要甲吃甲够。所以看到这个环境啦、啊，在水产内底呢。一一激出了人生迷茫的心态，有的人是游戏啊，梦幻，无法度通搁再回到转来；有的人呢，是为着饮食啊，做了真侪的业，看看饮酒食肉啊，这个、业。不是干那扰乱别人，损害家己的身躯，搁在杀伤性命。伊现在的苦学已经拢总知影，因为来饲养生畜，不管是牛啊、猪啊、等等，
物，真的对这个空气啊、大地啊，嘛是真大的污染的。有人会讲啊，啊，你饲猪、饲牛、饲鸡、饲鸭，啊，迄都是要防食啊。啊，你若无甲刣呢，啊，因呢会生炭要安怎？是安怎？会去想到这方面去呢？啊，咱人呢？人嘛是伫咧生团，同款啊，人嘛是一代传一代嘛，人嘛是真自然的发展的淘汰。所以呢，其他的生物嘛应该是同款。为什么人啊，都爱去饲养去杀生呢？因为你饲养，所以呢繁殖愈多啊。所以大地的面顶呢，真多饲料爱供应，或者动物去用，也嘛是大地呢，伊的迄个排泄的污染，等等啊，这甲这个大地空气呢，我定下都甲大家人讲，敢那人类啦，迄、那个呼吸、吐出、吸入，咱吸入来呢，就是啊。需要新鲜的空气，咱吐出去的呢，就是污染的二氧化碳啦，都已经有够真多啦。何况其他的生灵呢？牛的体积足大呀，只要伊呢，趴一个脚掌啊，那迄个量都真大啦。只要呢，伊安尼呼出去呢。一量啊，是人的几十倍啊！何况讲吼，迄、那个排放出来的一气，真正呢，嘛是真污染嘛。咱人嘛是同款啊，但是呢，你一直呢去繁殖伊，所以呢，这四大地空气为着饮酒食肉啦。搁再增加偌多呢？干那一天的杀生有偌多？一天呢不断去改繁殖它，一量又是偌多？所以干那为着要提供人啊，这食肉啊，嘛是间接、直接啦，无不都是伫咧作业。除了呢，啊你定定找人来啉酒、食肉以外呢？经常邀见，就是来往。今仔日你请我，明仔载你请我，或者是呢？哦，落借口，伊要离开啊，所以要甲伊鉴别啦，等等呢。哇，都搁在呢，罗军当中用真侪人啊来立马来吃，这种呢啊来来回回啊，或者是呢婚礼啊那送。几呀，顶顶呢，拢总是呢，安尼互相邀请，互相呢，干那伫咧排队啦，这个代志啊，无不都是呢，在饮食中彼此的中间来往呢，无一项呢是真正利益人群的代志，搁在呢，无耻淡话啊，论说天下。讲的拢是讲一寡是非啦，大家人斗阵呢，都是呢彼此啊所讲的呢，拢是啊无路用的话吼，所以啊评头论足啊，东家长西家短啊吼，啊讲人一寡是是非非啊，这呢拢总是对人伤害。这段的意思呢，就是咱人要按出去，这真正是学佛，会当同我讲延续佛种。但是前面所讲过去的呢，不管是变大罗比无自比心，或者是呢断人的这个道路啦，或者是断人的道心啊，或者是家己呢放逸自主啊。或者是呢，这个昏沉散乱啦，或者是游戏啦、饮酒啦、沉迷的这种呢，吃喝玩乐。